大家好，今天要开箱朋友送我的这个东西。我今天就是要来开箱这个朋友送我的东西。OK， 然后我要拿一个剪刀。等我一下哦。OK。你等一下，都不用剪刀。我先暂停一下。有弓箭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我现在就打开一下。可以，那就先把这个装上去，然后再把它的弓放在这只手，然后再把那个弓放在。应该是这样。OK， 就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